因为安娜金写的东西风格跟艾瑞克是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现在去看，假设啊，内在成就是安娜金，很多人会觉得怎么有可能？安娜金是我2021年以前的笔名，虽然那个时候粉丝有到6万多，六本书也卖超过十几万本，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封笔啊，离开金融市场。因为我发觉啊，如果我只教投资，那我能帮的人其实是很有限的，太多没有钱的人我根本帮不上忙，所以我决定用我的本名 Eric， 也就是艾瑞克，来写内在原理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。我写内在原理的时候，其实是有读了很多不同领域的经典，把它很适当的引用到书里面，透过这样子去扩大每个人的视角。我自己本身是被阅读拯救的人，所以我也希望透过阅读来帮助别人。